民进党为什么姑息了九合一？我们要向当事人还有台湾社会表达歉意。军公教员工待遇从明年的1月1号起调整4%哦。民进党为什么姑息了九合一？到底跟加害者是什么关系？那赖主席还把当时掩盖案情的许家田一上任就升为副秘书长，到底在这个案子赖主席有没有共犯的关系？我相信赖主席应该站出来说啊。发生这一起性侵案件，民进党未能及时妥善的处理，让当事者增加许多痛苦，我要向当事人还有台湾社会表达歉意。在今天下午，许家田副秘书长也已经提出辞呈，我已经同意他的辞呈。军公教员工待遇应该要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哦，并且已经经行政院核定，从明年的1月1号起调整4%哦。如果军公教待遇调整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带动民间的企业来做一个共同加薪的一个示范。